老婆，我去趟厕所啊。赶紧过来呀！新来两个美女，长得老好看了，赶紧来，你一个我一个。好嘞，哥们儿，我马上梳化啊。你想让我背着我老婆去外面鬼混，你根本不可能，没门儿。哎呀！盘点婚后男人的求生欲，一天天的上班接你，下班接你，啊，天天的化个妆半个多小时。哎，宝宝，冷不冷？咋没看着你呢？啊，我想你了啊，走，带你吃好吃的，走。你看这两件衣服贵吗？嗯，多少钱呢？100多块钱。那不贵，不贵你也别跪着了，起来吧。对，这两件衣服我买哪个呀？啥意思啊？以我多年的经验来讲，你问的根本不是一道选择题。懂事啊，媳妇，你给我1000块钱吧。800？你要500干嘛？我只有200，我分你100吧。嗯，转过去啊，支付宝到账10元。总有太多男人的痛，男人的痛，难说的话放在心中。让我给你结，别告我啊，自己算。哪都遗传我呀，哎呦这，哎呦，哎，媳妇儿，没事吧？啊，没事。不行，没给我刮了。快问快答，如果三天你有一笔完，而我小舅子就艾滋病，你会怎么做？你听我说，我既有个健康的老婆，又得到了一碗亏。如果你欠女儿也小舅子就艾滋病，做你爹，你会怎么做？我怎么会有钱？你明明是你的钱，我不没有钱，我只配一个贵州比较足的家产。我今年多大？十八。明年？十八。后年？十八。喜欢我吗？喜欢。爱我吗？爱。爱我呢？那不对。爱我是爱他。爱你。他是谁？不知道。爱自己。拉长耳朵，提高警觉，神经细胞全面。哥，喝酒去啊！啥？嫂子也在啊？那算了。等一下，你看不起谁啊？嫂子在就不能喝了吗？就算嫂子不在，也不能喝。哎呦我的妈！滚！哎呦我的妈！我何德何能，让你对我如此眷顾，这般恩宠，怎么回事？老婆，昨晚我梦见打碎了一个盘子，梦里面你就是这样深情的看着我，轻轻的把我扶起来，拉着我的手，还问我有没有受伤。多大点事啊，收拾一下不就行了吗？哎，哎，对了，昨晚梦见我这样打你了吗？没有，我就说嘛，我不是反的。哎呦我的妈！挺大老爷们儿，他妈不正业，天天在家做饭，我说瞧不起你，你能给我做的好吃吗？哎呦我的妈！超越消费！哎呦我的妈！我受够你了，我告诉你，从今天开始，我睡那个房间，你睡这个房间，以后井水不犯河水。好，你不要后悔。嗯？真以为我不懂法呀？我告诉你，这一半永远是我的，没有我的允许，我看谁敢动。有道理。嗯？我操，刘你太小看我了，我差你这三块两爪吗？炸！哎呦我的妈！走了！不是亲眼所见，我是万万不。谁敢坐满了？吃完这些饭，咱俩睡觉去呗。啊？我没吃饱呢。没吃饱是吗？啊。这还有一盆饭呢、啊。今天不把这盆饭吃完，你就别睡觉了。吃完就吃吧。防不胜防啊！